面包超人是果酱爷爷吗？果酱爷爷，果酱爷爷知道的啊。嗯，面包超人你认识吗？好厉害啊！那么厉害？你怎么认识他的、啊？不知道，我做出来的吧。哇，你做出来的哇！你是果酱爷爷。已经觉得自己是果酱爷爷了吗？已经放弃了，放弃拒绝果酱爷爷的称号了。我把它换掉。部位破坏。哎呦！为什么他尾巴会走东西在点火啦？哦，我放的啊。这个放了。布丁布丁。你不能对他乱来，这是杰克的告。哦好。他不喜欢骑灭族，那不代表他不爱这一。他说直接，他要直接去那个吗？嗯，他要去第二区了。嗯。这比才重的啊！来来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。嗯，为什么你们都敢去别台中奖、啊欸？我在磨刀哦！哎呦，我也不，你要讲啊！你是杰克哦 ！Everybody 耶，一路撞过来。太快车了。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雀辉龙表示：“不要追我 ！”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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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。感谢杰瑞，杰瑞被剩哦。对，好像被撞到。对，杰瑞好像就是也是买了玩一阵子，又没玩了。他等级够吗？他有玩了吗？不知道，他有五十吗？不是十六就五十啊？十六是可以的，十六是那可以吧？十六最少要跑完剧情。杰瑞有那个、啊，他有打到古龙啊。有啊。对啊，那就可以啦。那哪有差？秀，真秀。白痴，我看成炫辉龙脱离机会区。你太快了吧！跑得太快了。而且他是机会区、欸。脱离机会区、欸。啊、不是脱离战场，是脱离机会区。真的。直接这个机会区永远打不到，这个机会区不行哦、喔，你要再重开一个新的。不行，再玩了。这个机会区打太多只喽，那是霸凌哦、喔，我那个是金羊羊保护协会。直接保护他离开吗？真的保护他离开。本次没有羊羊受到任何伤害。在这机会区不会再有任何羊羊受到伤害。傻眼。啊！护卫破坏，中，尾巴都爆了，那就剩他胸口那边。哎呦！打妮妮，打妮妮，妮妮爆了，妮妮爆了，天哪！捏捏爆了，还可以顺便打很多粉。他又要去补捏捏了，补盔甲了。他去补妆，他去补妆啊。他回家补妆，等下就出来。羊羊保护处。爆了！长岛伏特加是什么东西啊？就伏特加吗、啊？是一种酒，长岛的吗？长岛冰茶加伏特加。长岛是哪里啊？长岛是那个吧？那个知道长崎跟广岛，可是长岛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不太熟。因为那时候是不是说不知道长岛冰茶那个什么？核弹头的两个地方是长期，嗯，是那时候我们军训课就这样讲，然后老师叫我们怎么记，然后就突然讲了一句，就说这个很重要要记哦，那什么都是长期灯广告，长期灯广告也是感觉有点重要，那钱应该花有点多。他就说
哎、欸，这位同学，他为什么又要钻了？去拔操。对啊，我说老师，我让大家记得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我？老师也要气死。认老师认真讲课，你在讲那个群课吧？我在那边开玩笑，被骂。该严肃的时候该严肃好不好？啊，我知道了，白色我们要打头了，要打尾巴哦。对啊，打头啊。对啊，他都被我破坏的光光的啦。是啊。是老老的。啊，我就打不到啊。有了，有机会来了。有。这机会是够了。机会来了，我要去打他。快跑，月来了！快跑，月来了！没事啊，你会把我戳散呐、啊？还是你们要扩散弹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扩散弹那个，扩散弹来了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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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回去补个炸弹，最后一区再睡啊。好，可以。我回去补炸弹，不然回去补了。哎、欸，他很快就会进那个喽。嗯，他等一下就进去。他落石落到就是我喽。没关系。位于大西洋的岛屿，哦，日本吧？长哦，你是说长岛哦？长岛。Go go， 补子弹。我补好了，出来了。嗯。当最最耳皮牙的时候，耳皮牙的实况，把我常乱听懂。你乱听什么？讲话我都会。长期登广告。长期登广告，这是嘴皮了吧？那我下去。不是有中吗？还没。还没，还没打。啊、小女孩，看来你不是。哎呀。吧啊！失败。他跳过来了。那个 Duke 啊。为什么要打一堆？呜呜呜呜呜呜！是这样，我还没死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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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弗雷克，扶起来！扶起来！我是我握的、啊，哎呦，还好我挡住了。我记得昨天有人讲同样一句话，结果然后就被喷了一句就死了。哇、哦啊，阿布很会。哦，阿布就挡住了呢。哦。哦。哎呦，还我水、啊哎！这大家说谁啊？到哎，到底是谁 啊, 啊？究竟会是谁？哦，挡住了！妈，你看，又一样，就是这样哦，挡住了哦，又来了哦。哎呦！哎呦！地下，啊，地下真的挡住了，啊，后来的地板就没办法了。他滚去哪里了？他滚去上面了，是不是？杰克，你在哪里？欸，他走了。他走了吗？他走了。啊？中饭吗？他走了吗？他脚还没爆欸，衣服还没爆、欸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走啊，没走啊。他他回位置啊。那先重新站定位啊。他 reset 啊。Stand by、欸。Stand by。我去跑这边。好。他翻过了。五子弹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繁星，我来了，繁星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走，我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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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先走了，可恶，差一点，没啊，滚走，滚走了，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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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谢谢，赞啦，打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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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放爆弹，我来了。颗，两颗，等下我要，颗两颗。啊！抬头啊！抬头啊！哎、你醒了！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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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快赶快，一放完就来甩刀。我了吧，先把它甩掉。哎、欸，脱衣了，脱衣了。他走啊走啊走啊！嘻嘻嘻！哎，他脚打掉，我们挖过了哈。有、嗯、有開，一开始就打掉了哦。在前面那个走路的时候。前面。哎、欸，我全身修起来，往下。
刀，好烫！这样你们还有爆弹吗？连爆没有啦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可以鸣一下。我还有，我还有。啊，忘记了。哦、oh, ，碎了！哦、好，天，大脚一部分破坏了，所以还差一部分。等一下要倒在哪里？就第二前面，这里。还有吗？你们还有吗？你们有，快翻就好吧。你有大招吗？我没有。有人大招吗？我没有，我没大招。哎呦，我在准备。要。你用这招，你要先打到头，你又先打到头了，你又先打到他头了啦！爆头，你每次都把他打死。没有，不是有啦有啦，这次有，往上打，这次有，360啊！哎，跑啊！我被打飞！只是被我的那个龙鸡蛋打到。对，就是你。我用起跑姿势的时候，然后就被打飞了。哇，全程打全程，哇，好爽！好惨的。哦。哎呀，转头，两个有点受不了。走喽，跑！哎、欸，可以穿耐热衣装啊，不会烫啊。这个还是会烫。不会啊。地板上还是会痛吗？我刚在上面踩。啊？不会吗？啊，不然他等一下吐一个，我再看看。哇，你认真？嗯、小姐姐，我的衣装那时候还有没有？就是，因为我好几次是这样子被烫死的。真的吗？对啊。还是我刚跑的很边边的关系。应该是很边边吧。嗯，等等来看看。哎、欸，可以骑乘吗，杰克？啊，对你不准骑。小雨骑一下。小雨骑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好，因为我不想敲头，不真靠这根柱子敲头。等一下，他只。我打到了。我晕了。啊！我上来了，我打到了。可是我没耐力了。哇！对，骑不骑得了嘞？还可以骑一下。成吧，把他弄倒喽。嗯，不知道弄不弄得倒。嗯，可能不行，我再滚一次就没了。可以的。哦，可以，他会倒，他会倒。他要倒了。好。好了，这手，麻了，麻了，突然丢一下，他身体吓我一跳，是啊，突然就身体弹起来，没锤死，我要十五分钟哎，打个古龙吧，我的画面卡住了，我的画面又卡住了，我觉得我真的要重灌一下了。对呀、啊，或者是你把你设定调低一点。我设定已经调低了。哦，那我就不知道。开哇！白痴哦！就刷起来，哎呀，太好笑了。哎，音乐掉了。没有啦，刚刚我还在跑动画。跑多久？因为我结束之后，它要卡一下啊。哦。在卡卡的哦，三个金卷条，金的，三个龙，细菌有金币之后就不吸魔了，可以啊，这样很好。如果吸血可以单刷，2080太贵了啦，买不起啦。5万块，没有2080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有5万吗？那我就要说了，我要说谢谢雅雅。你要看他的那个啊，看规格啊。嗯，我记得有吧。我记得当时看是一台电脑的价钱啊。当时那个哪一排啊？微星还是哪一排就有，不是、啊？
脚踢他的话可能吧，我不知道。那可以动。嗯、啊，可以啊。为什么你还在跑？我们已经结算了、欸。我们已经结算了，你还在跑？因为我时间比你们慢一点啊。哦，也是啊。啊，失误的，我在过去的男人。过去。我真的都没拿到荣誉耶，荣誉这么难拿。哇，我终于一百等啦！哇，你现在才一百等啊、欸那就陪你解那个任务吧。你要打苍蓝星吗？嗯，终于可以当苍蓝星了。我这个我也还没解自由任务的。苍蓝星是怎样？最后的任务就是全部古龙打一次，不、就是一场内要打完。啊，是全部古龙吗？好像少钢龙吧。三只古龙啊。三吗？还是我忘记了。哎呀，买1080不是 CP 值比较高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